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可以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好，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相信是啦，大家好，王教授你好，你好你好。嘿，咱今仔日咱的王教授啊，有影足感动的。咱王教授啊，顶礼拜咱有在讲到讲啊，这个讲到地去啊，你讲讲迄个华独、台独啊，国全世界咱是吼，全世界乱纷纷，咱的讲这是。啊，咱也未讲头的迄个下半段啦，烟刷落去啦，烟刷，咱要烟刷，嘿，对吼。因为咱即马所在风光，这世界乱纷纷，现处是咱这个算计嘛，乱纷纷。啊，即个一寡这个，我就讲，因这近亲繁殖，即个孽种伫个只台湾咯，甲咱哦，毁累干哦，实在有影甲咱的人性破坏干安尼，社会安定破坏干安尼哦。啊，其实甲阮讲华独，华独这些赛讲。台独都袂使，是啊，乱讲。对啊，就是安尼嘛。所以讲，咱今日咯，咱啊要请王教授甲咱啊做阵来探讨一下，正本清源一下，讲什么叫华独，什么叫台独，你有什么款的迄落看法？因为你伫个漩涡内底嘛，哦，你因为你拢头啊，甲尾你拢有参悟到的这个过程嘛，吼。安尼啊你请较辛苦嘞，拜托。我这了解了，我哪有参悟啊？迄年就参悟的高级。啊，加减减啦。啊，嘿，嘿，你嘛是你讲，到台湾若无讲，你台湾真做一个家己嘅国家。人若无懂你嘅人格，吼，无家己嘅思想、家己嘅看法，你都唔是人，你就是猪，你就是落地落地去啊嘛。唯命是从。对，就是来分得清楚。是，到底是。华独啊，华独啊，是台独啊，是安怎安怎？哦，啊，过去台湾小讲一下啦，哦，大家甲大家请教一下安尼啦。哦，啊，我今日就是讲进一步的，我顶摆就是个两礼拜前嘛，哦，就咧批评讲啊，你国民党是伫咧主张华独嘛，哦，我安尼唔对，你华独，你若唔对。唔对，意思咯，人你不主张华独，就是更是华中国话的华，人阿强啊都说 OK， 所以你放一个台啊，都无 OK， 对，我都要非常哄你。所以去你个进一步要求，中国个拜托啊，一国两制，希望你来台湾，佮要佮同款要来挑。要来跳的意思是讲，你要不想要去提你的台湾，统治台湾，哦，看去看闲的，当然你那是阿强跟他说 OK， 刷到你那这些，和你这是讲和你华独的时阵，当然的命令来管理华独家的人，哦，因开始第一年派一个这驻台的一个主任以外，哈哈。所以说这是叫也是叫你这国民党的再来管嘛，国民党你华独都人都无甲你同意啊，啊你安尼在直直咧骂台独咧骂这，我顶摆是讲这啦，是，啊我是赞成，那安尼来讲，我顶摆就讲我赞成台独，因为这代志才清楚，你这华独嘛是搁咧骗人，甲你国民党过去。几百年来专业讲八十类，差不多。不是几百年，几啊千年啊！哦，那按照我讲，五千年一句话，就是八十。八十，有影八十。哦，我是主要是对讲个只，但是安怎这两个比较呢？华独甲台独，哦，我会使讲一下吼。嗯。你华独是好处是你在台湾的在。有中国心的，中国人，少数的，这个国民党的，国民党呐，你搁在底下搁提了官，你不搁在作威作福也好，要到家里能捞就捞嘛，主要是你家能拖即拖嘛，能哎。啊，我主张是台独，跟台独人无同款，拢是恁哩的，但是你是底下向偏啊看的，刷了无几年，
你就过拢嫌华都，你就做袂成啊嘛。所以这种是骗人的啦。哦，这第一点，我是要说明者。第二点，我顶摆嘛讲无清楚。嗯，华都可怜哦，你蒋介石来的时阵讲是要反攻大陆，哦，武器是着买什么？说今年。什么准备两年，什么三年要翻工吼？成功，成功啊！你，你，刷了一个新以后，想带你去这个，走入咱民主政治，好好啊，走民主，刷入去，当然才开始啊！你，咱总统一选，这嘛是你国民党的李登辉，这点你国民党唯一的贡献。对台湾的贡献，上大的贡献在这，有贡献承认，但是是恁国民党的李登辉党主席做的，但是恁个抬头，佮挂出去，刷到恁即阵的即马目前的这大猎头啊，才开始要求要去做中国的细汉，也就是华独。希望台湾啊，佮家己去同款，用个互你安尼，予取予求啊，哈，予取予求，啊，这就是也挂中华民国的名，所以即马改做，你然是欢喜甲要死啊，中华民国台湾，好欢喜甲要死啊，就是讲恁的主张，恁即阵人。无要反攻大陆啊！开始是咧破中国，破中国这个共产党，恁就安尼咧破这条路，叫是希望中国当年是放的，今年你都放一罐卵啊，吼卵啊，好哩！所以中华民国台湾即马过普起来，较普起来，当年甲真侪原因有关，你中国像叫你听。就派飞机来，像个你乱来，乱那个全世界拢看清你中国，你都不是人嘛，不是这国家嘛。所以国民党啊，国民党，过去你是反共，你个台湾所谓进步哦，公平的社会、民主的社会，动掉的，动掉的呀、啊，是恁动掉的哟、啊。这社会才变作有阶级的社会，歧视你知道中国人五千年啊，歧视这是五千年的历史。非我族类啊，以前咱台湾人非我族类啊，我的你不是因的民族啊，台湾人啊，我台湾人是因咱所扮演的角色干哪会当赚钱？做产啊，你啊赚钱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做也努力啊。管路管理这是想要抬我就抬啊，说的。当工厂的这主管人员啦、啊，这公务员啦、啊，拢是恁嘛，基本上拢是恁嘛。刷落去要安排台湾人是爱晓抱的，我都安排你。刷落去，台湾的建立民主政治以后，你先换起来，无爱换，先去抱这个中国。想要阁继续继借用中国的力啊来施压台湾，是啊，阁在要来享受。我看是安尼先，无你那就骂大东忙个。啊，我今仔日闹这时间吼，甲咱台长安尼互相来讨论，甲请教吼。啊，咱呢讲大东，我感觉大东这是台湾唯一该行的路。啊，时间啊慢慢接近啦，这是我的看法。因为咱一个人啦，一个树啊好啦，一枝花你若家己若无安尼长安尼吼，好安尼，你迄丛树啊敢会水？咱一个人你若无徛伫，我就是一个人啊安尼。其实毋是啊，伊甲咱当作啥啦？伊今仔日因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伫迄只台湾遮的人，甲咱当作啥？以早国防预算。咱遮拢全面予伊通过，啊结果呢，伊是买啥物拢买迄落阿萨布鲁，啊即马呢，咱若提出来要保护台湾呢，伊就安尼讲冻结安尼。迄个时阵，伊是用台湾所谓生产的 GDP，就是全国民的所得，
三分之一呢，最国防呢，对啊，饲遐尼侪兵马呢，嗯，三分之一，饲因只老乌啊，无做官拢领个大笔钱啊，退休了后佫憋了。嗯吃头路还领较济啊！我迄是咩啊？我一步一步就讲，根本是殖民统治嘛！啊，即咱过去拢卖讲，咱即卖已经建立民主政体啊嘛！哦，啊，民主啥物？你说算数？哎，起黑姑，起黑姑，起配兵，啊，起建校，哎，啥开始咩啊？他都能讲的，开始。拜托阿强啊，放你一条路，互你，互你去做什么？做本所的所长，所长啦，叫不本所台湾的所长啦，你卖安尼哦，去国两次台湾的所长，互你继续看会使骨跳无？啊，你都明明知影无可能的代志嘛。这台湾甲这中国这个关系内面，中国人呐无开通、无开化、无想明白。时阵，这个两岸绝对是安尼，未稳定嘛，未稳定嘛。啊，未稳定是台湾人，你看嘛，这个国民党看啊，害死偌济人，害死台湾的进步到什么程度？我估计你，台湾过去蒋经国甲蒋应该因爸爸将。蒋介石啊，台湾会使独立的时阵，你都要用踢出联合国的时阵，你那不爱跟独立？人有叫伊独立啊？人有叫独立？吼、啊，更加早，1965年，我顶摆嘛，敢那有讲过，法国的戴高乐，佮要成立中国啊、哦？啊，你台湾有要独立无？那独立么？我带一个美国的什么等等安尼，赶紧成立。哦，阿卖修台爱扶贫，互你独立，互你去发展，啊，互恁，恁讲恁兄弟啊，吼，卖过修台，啥物要反革命，你安尼，你一家亲呢？所以有这个机会，所以你搁一个嘛台独，你无要，啊，你唔知台独个上尾啊目标是啥物事？是变出一个独立、民主、自由的国家。并且加入联合国，甲大家来。你知影，这70年来不得80年，台湾因为无甲国际上联络，唔是联合国官员之下，台湾损失偌多呢？咱若死的时阵，照咱的所得，照咱的人口，咱应该派偌多人去联合国做吃头路，还是做联合国的官员？嗯、对。咱至少这官员，尤其在国民党的人爱做官，迄这个时阵会使派去联合国做官，拢无要紧啦。哦，你那是人才，诶，英语啦也要绕几区啊，吼、哦，拢会使，这机会拢无去啊。结果以前那呢，伊是甲咱全面封杀，封杀，害台湾甲即马为主，系啊，也大家也空空，那行未出去。做咱行出去嘛是去外口去，咱个查甫拢去迄个、supermarket 买物件，大波是咧，去 shopping 啊，啊，咪 shopping 咪是来看迄个跳舞的迄款的，啊，顶顶安尼。放下。对世界也是真无知，对文明的进化开发也是真低，就是咱甲国际上无咧。我估计咧，我咧最得。我有一个有幸啦吼，做过联合国，这边两年的官员，后尾咱拢我拢叫，我拢失业吧？安怎？咱叫踢出去联合国嘛？迄个时阵，我的负责工作就是，咱迄个时阵接联合国给咱支持什么事呢？嗯，男子工业区，大家知无？嗯，高雄。高雄，台湾第一个工业区，迄、是因。联合总联合国的钱，加这联合国的一只专家，迄阵是我会记的是美国人，迄、那个叫安端乌人，嗯、啊，甲几下因一帮人来甲咱到协助设计咯，啥物啊，做了训练。刷落去，咱的职业协会款在泰山，用，因为这嘛是
卖中联合国的钱。第三，咱台湾尾啊有推动这个国际，推动这個社区发展（community development），这嘛是联合国的钱跟人来协助呢。当然，咱基本上，那嘛是咱家己的人就参与嘛，爱甲咱训练咱的人。我也记得迄个时阵，因派着菲律宾的人，要前辈来咱台湾来甲咱协助。几下个毋是一个安，像即款的机会，咱干那去国际上的活动，国际上的专家等等，所有计划咱拢唔知，咱拢无去，害咱台湾有影变作世界的孤儿。本来，咱去日本馆的时阵，咱台湾的一个。文学家，像那是亚细亚的，亚细亚的孤儿，吴浊流的，吴浊流好像，对呀，我们不记得吴浊流好像，我演过伊的戏。所以真厉害，所以咱国际上知识顶顶拢无，你那无加入的那个，那不是讲干那要歪嘴，这不是你书面上。讲你是中国人，唔是中國，这唔是主要。你要做中国人也好，要甲中国唔通冲突都，迄度大家就信心就提出来嘛。中国人讲安怎讲？对台湾对我来讲，是即马你逼我讲大都甲华都，我当然选大都。尤其无，咱无建立大都，无甲中国讲个清楚哦，还是中国人推甲袂晓甲咱迄落。现在中国人走到安心这条路来，现在全世界在换在拒绝，那就是他不要听人的话嘛，还是专听，他不是不要听，他是听不进去，听不进去，他如果要听你叫孤叫他走的叫他赶走的，要跟要让他要对杀的国民党的人，不可能的事情嘛，所以台独，我所在的台独朋友，大家是不是要求咱应该跟中国正讲哦？我会使去讲论。讲啊，你继续讲嘿。啊，有什么问题？咱这个继续讨论。两个大家的平等嘛，平等，我不是中国人，是台湾人，是我提的这个护照是台湾人，我的感情要跟中国人恁。会好甲惊死人，会使袂？尤其中国台湾人无人反对哦，大部分的台湾人是对遐来，祖先对遐来啊。当然来以后咧，世上100%拢甲同侪人斗阵嘛，对。刷落去260几年去哦，清朝去哦，迄主人迄个温州老毛边，那毛边的哈，管。嘛对咱真歹呢，迄嘛是要甲咱通敌的嘛，咱迄嘛是殖民者嘛，同款嘛，所以家己台湾呐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、完整的国家，有中国的谅解、甲疼痛，有家己联合国，咱只要发对台湾人，他讲。是爱情甲爱一时啊，尔歹嫁但好骗，甲中和一时啊。但是世界上足聪明，有中国人的聪明啊，加财富中国人的高调、干巧、的占领，甲无知，因为咱进入民主自由、进入现代化的文化，咱进入中国甲即马也未进入，对吗？要是出问题啊，下面的你。什么叫中立？中立会连干气气？什么李克强？68岁囡仔呢？这队伍问题嘛，开始哦。啊，你讲这十年来绝对是天下大乱，中国社会乱。你讲乱以后，咱继续的讲，无一百年，大概一百年啦。那你讲差不多200年才会恢复的。这那台湾跟中国是两个独立、互相。尊敬的国家，这两个国家是亲情吗？当然亲情。
晚清啦，真远啦，几百年前诶，像阮祖先几代啊，几啊千年前啊嘛，哦，卖个讲亲情啦，都友情啦，友情啥物啊？近邻嘛，近邻嘛。啊，厝边隔壁嘛，咩哪有讲厝边隔壁小台、小拍、小亮，无可能的代志。第三点，好处伫倒呢？即马全中国、全世界，干那一日中国人讲中国话难听，侥幸啊！你不过是靠恁中国人、中国查某，较济，吼、哦，较好生囝难听嘛，啊！你唔得有才调，像法国同款，几亿人来讲，国家才差五六千万啊，尔，几亿个人来讲法国话，西班牙这种，然后国外国际五种，啊，英语，所有的知识分子大概三亿人以上，知识分子，尤其这阵，大家全世界拢来讲英语、法国这两个。哦，啊，闹个乱七八糟的拉丁美洲啊，什么的，讲西班牙语，啊个一国，敢那一国葡萄牙，说落去，中国话呢，敢那一国，哎，家己讲就好啊，你家己讲就好啊嘛，啊，你那有加一国，就像台湾国，台湾民国，咱个台语嘞，啊，不啊咱。也要讲台语，啊，咱嘛，咱嘛要讲闽南北京语啊。北京语，刷到咱嘛无甲你无，咱无否认讲过去甲你个关系啊，有亲情关系啊，咩亲情关系？唔知几千年前。卖讲几千年前啦，到时候来讲哦，六四天安门了后啦，全世界无甲一个人敢入去啦，独独啦，台湾人偷咧咧，唔惊禁忌哦，啊，都血浓于水哦，两岸一家亲哦，党心力拢。好好位遐去，啊！人别个国家看到讲，啊！台湾遐弱安尼，啊！伊就支持伊，伊就支持伊，甲挹注吼，挹注，因为伊迄阵啊，六四天安门了，因当乱了，当散家嘛，拢无机会。台湾人迄阵啊呢，伊将这个台湾人对伊的好吼。拢甲咱放袂记个，啊，佫有因特别的大灾个哦，咱台湾人哦，捐款捐第一名，咱台湾有天灾人下时阵，因敢捌捐到一箍？无呢，含倒伫台湾的马英九，因遮个国民党遮个人拢毋捌捐钱，捐一箍银来哦，咱台湾人个身躯会当捐个几啊十亿、几啊百亿去啊？因为咱这个社会，台湾人哦。已经现代化去，是啊，啊，人甲人，大家都相亲相爱，咱有人两个心，哦，咱有同情心，相亲相爱嘛。第二，咱台湾有影，讲较戆一个，较有这个带念的近亲，吼，带念的远亲，爱啦，嘿啦，咱较博爱啦，喂，这种现代化，啊，较袂结婚啦。无论伊安怎对待咱哦，咱啊个伊有天灾人诶，咱拢家己金钱上拢家己拼啦。你安尼婚姻个白个球，即卖大商个直直咧走啊呢，哦，所以台湾人即卖个关系已经真少啊呢，大概也看伊即边诶做大水，啊，你看台湾偌侪钱捐过，真少啊呢。所以，那伊就讲。近亲哈啊，近邻近亲，奈行个这条路来，你中国人，你家己对哦，家己，你咧台湾的这点亲共的这点国民党诶，你家己都反省，你有影刷落去中国人，咱嘛就反省啦。这五千年文化有影都改革啦，尤其你中国。这五千年文化，你根本无见。你无影讲五千年 啊，三千年，迄拢是哎呦，碰风灌灌水啦，一管台人诛九族，这款呢，一个皇帝起来都抬高座，一个皇帝起来就抬高座，啊，就足够生啊，就一直抬，一直生，一直抬啊。啊，对我人都够生啦，你阿妈。所以，我的看法。我直接有影甲这观众大家吼，咱唯一唔通搁甲中国安尼闹落去着，
但我无要讲，咱无在调解因闹是伊甲咱闹，甲咱闹，你安尼个逻辑想，我本来是本来是亲中国的亲，甲今我个唔坏，啊嘛无必要去亲啦。哦，你互我先，互我已经亲戚嘛，卖假差，互我台湾独立以后，大家再过来来往。啊，放心，但人哦。心胸真宽阔滴啦，这也有影，北等真有啦。啊，徛喺恁中国人的立场，是台湾人狂啊、戆啊、三八甲要死啊嘛，对。会阁甲恁好话一道哩，即我是徛喺这点立场。嗯，我唔爱选华都，即未见未晓华都，即根本无可能咧骗人。啊，阁有教授甲你请教，因遐大家拢讲。台独，台独是敢那迄落，迄落什么外恐怖的迄落，讲到台独就要开要挂要安怎呢？啊，台独是啥物回事？啊，你用白话文讲讲咧。台独就种，我头拄讲，台独我就变做一个国家，我才有办法甲中国好啊亲善，中国甲好啊来往，甲全世界好啊来往，咱台。台独以后，伊是正式个国家嘛，会参加联合国啦，参加国际上各种国家的社团嘛。即卖是国家社团无参加，咱就参加民间的社团咧，嘛是毋是拢恁遐尼做嘛？所以徛喺这个立场之下，咱台湾才是真正以咱台湾人的聪明，顶顶，咱才有办法帮助别人。甚至帮助中国，啊，咱台湾人会过得更加快乐、较丰富、更加和平、更加创造一社会。台湾人会愈来愈好。你看看，咱采取的是多元的主义哦，文化主义啊，多元就是。你看台湾今麦有偌多中国人来呢？37万。啊，这个刷落去，本来是中配啦，中配37万的早人正港嫁来啦，啊，南山那嫁无讲啦，哈。啊，这个啊，罗岗移工的无讲啦，啊，总共差不多讲100多万啦。无，迄下面的东南亚的丁丁拢来，啊，100万，你去看卖啊。所以，这个本来这个台湾就是一个代表台中国人，若要跳，行对这个世界，要行。和平，哦，创造繁荣，要建立世界。台湾其实真好，的这个例呢。所以台独的意思在这，台独哪有讲我说了我要反抗台独？无啊，无人讲。所以我台独讲我独立以后，我无要甲中。你看多一摆的文件，还是台独的宣誓内面，还是公开的这个宣言内面，有讲我台独。以后安尼啊，恁爸要拍中国。有啊，就迄个国民党蒋家爸啊，囝伊就是要杀猪拔毛，反共抗俄，消灭万恶共匪。迄因国共两党的因的代志，甲咱台湾人什么关系？甲咱拖累死安尼。结果咱若讲要咱要当大人，要争做大人，独立的人格，独立的，形塑咱的大人，你也在讲对。啊！结果伊即马都要抬要挂，讲你开始要个开始要个小台，这拢唔但是误解，并且是恶毒诶什么谎言呐、啊，拢讲白话。啊！这中国人违反人类社会，这里后一个人间，那安尼是小小的台湾呢、啊？不过人口嘛，无你上海一个大上海都市安尼多。那你这样唱就无可能的代志，所以我会徛在遮的这立场是讲，中国人，你家己着小心个好，能够做，哦，你来远亲嘛，远亲嘛会使结拜做兄弟，拢会使，对不对？但是开始，恁家己小进化一下啦，啊，较善良一下啦，啊，对阮较好一下啦。啊，对世界嘛较好一个啦，卖安尼啦，即马听咱顶摆有讲嘛，即马即个
乌克兰战争，你若共斗三工安尼，丢唔丢你人买啦？你若你若要甲斗三工，你就去参加苏联的国家。帮人的以色列安尼。啊，你以色列个这你唔系是共安尼呢？但你都唯恐不乱，伊是讲情势大大乱，对他们来讲情势好，形势上好。你即卖经济、甲即卖社会发展、甲政治安定，你敢要有过十年？嗯，要有十年，通我的看法吼，因为我是读这方面的嘛，啊，读这方面呢，我唔敢讲专家，但是讲话大概80%正确得着，啊嘛有20%未发生，但是总是期待讲，中国会愈来愈看十档啦，愈来愈开化吼，啊，愈来愈。进入这个世界，啊，卖安尼无知、自私、自利、占领，甲这个讲白贼，哎、伊将白贼文化提来咱台湾兴起甲即嘛吼，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咱较早日本时代的时阵，咱若讲囡仔人讲一句白贼，老爸老母也扯啊啦吼，扫手啦，伊在讲啦吼。孔子讲赞成啊，孔子就是拢讲白贼的啊。啊，少正忙比口才较好，伊就无互伊入我门，伫门口就共斩死啊！你咧空镜讲会当食迄几啊千年，讲食到台湾还搁咧食，空镜后代啊，到即马搁咧领钱啊，领国。那是国民党的政府，迄当然是。哎呀，咱若无较紧将这个罪恶的这个集团伫咱台湾界结束了，台湾人无出头的日子啦。不是啦，不是，但人无出头，中国人嘛背袂见啦。啊，所以我期待是讲台东，不是不小台。啊，因的人可能无想要背起，因的人想稳在遐安尼想。不，即摆叫阿强啊，甲饲啊，安尼挡袂掉。但是总是拜托的啦，就较紧大汉啦，啊，紧开化。开化文明，开化这四字啦。啊，问题哦，教授问题伫个遮。因吼，迄个头壳已经可以，伊真久做已经该锁定伫啊。你该用拜托来用开，这可能哦因。我那不拜托，那么唔拜，那么是行这条路，那无路当走啊嘛。哦，无路，啊咪绝对得行这条路，咱才有办法，动动静静。最值得担当，系啊，东东静静，不是东东静静，中国人，那是东东静静的台湾人。东啊，这个台湾人是世界的一个，嘛绝对要做世界的领导者，爱好和平的领导者，科技生态，哦，未来幸福生活的领导者，台湾有这个地气，哦，志气。你才会使，建立世界和平的维持，对这个海洋的这维持，哦，海洋的开发，对地球的开发，外太空的开发，偌侪代志都做呢。是啊，咱足侪代志爱做，代志即马互因安尼讲，压制掉的，咱路行袂出去，足侪代志拢袂做。拜托的啦，卖差啦。好啦好啦，我就讲伊啦，唔是，多谢啦。我讲你误会，唔是。好啦哈，啊，咱哦，咱家己爱有志气，咱家己爱坚强起来啦。迄个我讲老师讲，你若无拍落，人敢打着你的脚车片？是不是安尼？无唔对。好，阿健到这就好，感谢。感谢，感谢，多谢，多谢。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；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